果真是副好皮囊，待在我这醉生阁，保你丰衣足食。老板娘果然名不虚传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公子说笑了，咱们这不是双赢吗？我知道你需要有一个人与灵犀制衡，以免他有二心。我愿意成为这颗棋子，只不过之前说好的价格不能变。当然了，只不过银子赚多赚少嘛，就得看公子你的本事了。拭目以待啊，云姑娘。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还要再让你一成收益。林夕啊林夕，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？旧事堂？老板娘，这些年我没少给你赚银子，除去日常开支，三七分你照样赚得盆满钵满。现在我不过是想改成四六，你还是拿大头，有什么好不满的？别忘了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没有卖身契，我随时可以离开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是在跟你商量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楼下有人找。谁啊？丝花医馆的药童。看，瞧一瞧，我这有好东西，快实现少女梦啊！好，本季度最受欢迎的热门单品，吃饭不掉色，喝水不沾杯的神奇唇脂，太瘦了！哇，这个小姐姐上来。好漂亮，橙色衬皮肤，再来几个好看的首饰，简直重回少女本女啊。来来来，大家都有啊，我还有，来来来，哎呦，给钱给钱给钱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哎，我比的巧了，你真的没了。竟然是哪从哪拿的呀？你是那天舞剑的公子吗？掌中横生冲煞纹，姑娘，你最近命犯桃花呀？真的吗，大师？啊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流氓！也就是你裴大小姐有这个面子，搁别人我可不卖，我这都是独家秘方。这个史上最厉害的泻药，只需要一点点就能让人拉到天崩地裂，摧枯拉朽。哎，还有我上次跟你说的哪个啊？懂懂懂。此物名曰神仙死，哎，只要沾上这催情药粉，哪怕是天上不动七情六欲的神仙，也得乖乖缴械投降。看上哪家公子哥，用它妥妥拿下。藏好了。哎，
你可千万看好记号，别弄错了。知道，这能弄错？都傻。你当你不傻？哪包来着？方的？圆的？你就你了，倒进水缸，倒进水缸，辣到你发火。瞧，大人让我们挨家挨户排查安全隐患，这不就逮着一个？糟糕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伊华大夫真是心大，后院门都不锁，也不怕坏人闯进来。这水缸位置倒是合适，就算起火也能及时扑救。你能不能盼着点好？这是什么？还有点甜。你赶紧把那个看见什么就想尝一尝的毛病改一改吧。神农那么厉害，最后不还是栽在了一根断肠草上？你干嘛呀？哎，别过来啊！哎，完了，错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哇！我没叫你啊，哥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哎，多大事儿啊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林香这个傻子，云归这小子平时不是一向爱耍赖吗？这回倒是听话。爱回不回？别生气了，我帮你把书和箱子给赎回来了。哎，哎，伊华，小华华，哎，人呢？干嘛？哎，放开！松手！又试了什么药？一华，松手！松手！一华，你怎么了？
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嗯。我对天发誓，绝无此意。怎么了？怕我给你下药？你放心吧，若是对你意图不轨，就不会给你解毒。松开！快穿啊。想不到一华竟也有娇羞的一面。这样的他倒是很可爱。哎，有何指教？小伙子，我看你的表情应该是红鸾星蠢蠢欲动啊。有这么明显吗？非常明显。所以我这里有一件神器能助你美梦成真，要不要试试？神器美梦成真？此物名曰神仙锁，只需一点点就可让人情迷意乱，难以自持。届时你再与女神欢好，岂不快哉？休要胡言乱语。没情趣，活该你只能做做春梦。回来了。你这药粉卖给过多少人啊？不敢说啊。哦，果然被我猜对，你呀、啊、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罢了。笑话，祥云县干这行的属我获罪权价最低。不怕老实告诉你，就连你们县太爷的千金也买过我的神仙锁，知道我这东西有多厉害了吧？哎哎，小伙子，买不买呀？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绑本小姐？我劝你赶紧给我放了啊，不然我让我爹过来扒了你的皮。想告状，那也得有命回去才行。你小子，你帮我做什么？你想勒索吗？你从术士那里买了神仙锁，是不是为了对付一华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都听不懂。那术士已经承认将药粉卖给你，还想抵赖？好笑！你是个什么身份，竟然有资格来质问我？说的也是，我不过是慈华医馆的药童罢了，杀了个县太爷的千金。就算以命抵命，也是我赚。你说是吧，裴小姐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只希望裴小姐能高抬贵手，不要再去找一华的麻烦。方成天喜欢一华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你处处跟一华较劲，这什么道理？谁说天哥哥喜欢一华了呀？一华又老，长得又一般，喜欢他的都是瞎了眼。药不能乱吃，话也不能乱说。神仙锁呢？交出来。
如若再犯，下次我扔下去的便是你。既然罗英年被奉为神医，那他们怎么会反复跑来排队问诊？感觉好点了没有？感觉好多了，就是腿还有点疼，应该没事了。嗯，来，君姐，我再给你看看。好。大哥，你前些日子不是刚来过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来自有我的道理。哎，你小子是慈华医馆的人吧？你来这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医华派你来当奸细，故意污蔑罗医师的名誉。张口就火了，果然病得不轻。罗医师，罗医师，这小子是慈华医馆的人，是个奸细。小兄弟不必这样，你回去告诉医华姑娘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大可约上罗某再切磋一场。毕竟这祥云县上就剩我们两家医馆能为百姓服务。装什么蒜，祥云县医馆关门不就是出自你的手笔？罗医生，你心里打什么算盘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两经相搏谓之神，随神往来者谓之魂。心藏神，肝藏魂，故当敛肝安神。真大灵内观，清心安神。太冲疏泄，平衡肝气。百会印堂安神定志，再次神门一穴，沿皮向前三分，先补后泻。医华大夫，医华大夫，医华大夫。有何贵干？搜！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按照当朝律法，官兵不可私闯民宅。你们医馆的药童呢？他怎么了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依依，上次给你买的糕点都被你丢了，这次我又给你买了新的。就是他，带走。别抓他！放开！干嘛你们？走走！依依，放开他！滚开！你怎么来了？云贵被你的同僚抓走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把英英绑在树林里实施恐吓，还让英英受了重伤。什么？所以你不必费尽心思再替他求情。英英是我妹妹，于公于私，这件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云贵。今日我亲眼所见，小丫头浑身是血的跑回来，就倒在这院里。英英虽然性子顽劣，但她也是个小姑娘，好歹是我们一起看着长大的。眼下你却要为了一个不明来历的云归，让她白白受了委屈。依华，我知道你不是个无故偏私之人，此事证据确凿，云归实乃咎由自取。你所谓的证据确凿，
就是这些血迹，还有他所受的皮外伤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当然。走吧，去县衙。云归私枉他人，理应受到当朝法律的制裁。你就算去衙门又能如何？击鼓鸣冤。当下何人？因何击鼓？一十一华，状告祥云县县令裴炳明。哦，那你且说说，状告本官何罪？其罪一，抓错无辜；其罪二，教女无方。裴炳明之女裴英英，满口胡言，污蔑我的药童云归，诋毁我慈华医馆的声誉。你是说裴英英撒谎？有何证据？裴英英满身是血的回来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证据确凿。大人，您可知动物血和人血是有区别的？动物血较人血浓稠且色深，且腥味更浓。而裴小姐身上残留的血迹，我在方府曾见过。若真是人血，小女便不会出现在此。裴英英不知用了何种手段，私闯我的医馆，往我水缸中下药，致使林翔误食，平白生出事端。云归得知此事，找其辩论，可能是起了争执，误伤了裴小姐。但归根结底，都是裴小姐有错在先，可她却反而栽赃陷害。我没有，你少胡说八道啊！裴英英，真相如何？一问便知。郑天，一华说林翔误食药粉，可有此事？说话。大人，属下不记得了。什么叫不记得了？这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天哥哥说不记得了，不就是没有的意思？嗯，也罢，待我明日问问林翔。云归暂且收监，若你所言属实。必行。西给我出的主意，他上次说适当受伤有助于激发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所以我才让他给我弄了一点点。鸡血！死丫头，窗外都有是人干的事吧？哎呦，老大，小姐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她吧。骗你是我不对，可是云归他确实是绑了我呀。你看这伤，他可做不了假的。哎呦喂！啊，是是是。那催情药粉呢？明英，这种药怎么可以胡来？你听我解释，那泻药我就是想给云归个教训。灵溪之前在云归那里受了欺负，我答应了要帮他出口气。就是老大，大小姐她不是故意的。嗯。大小姐，居然是你搞的鬼！哎，那就是个误会啊。所以晚点我爹要是问起来的话，殿下，你懂。害我那么丢人，还让我帮你圆谎，不行。我要跟大人如实禀报。
你这就没意思了。哎，林翔，哎，你要想啊，你说，万一我被我爹活活揍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不对？你说以后你再私自旷工，你再旷工偷懒，谁替你照顾？啊？好了。听话吗？那现在就跟我去找大人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然后去慈华医馆跟一华道歉。你根本就不听话，你根本就不听话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你看看大家谁的手，这个手是这样的，疼啊！是你别生气了，你看看那手这么重啊！对呀，你看看那手都那样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心好。你不心疼吗？你知道，你这看都疼。老大，你快看看小姐。好了好了，下不为例啊。说你真是让人操碎了心。易华大夫。易华大夫，啊，王大叔，易华大夫，你许久没有来了，今天这事。易华大夫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当初看诊就总不收我们的钱，嗯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银子？银子？啊，王大叔，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我想去罗氏医馆。
小姐敢不敢吞下他，以证清白。这算什么证明清白啊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加什么不该加的东西？爹，你不能听他的。爹，你不能吃。爹，你不能吃这个。爹，爹。大人。爹，真吐了。爹，爹，吐了。爹，水，有没有水啊？水。爹，找水啊！快点。爹，爹没事吧？爹，行了行了，你怎么吃啊？水呢？爹，你难不难受啊？你现在热不热啊？爹，你先喝点水。眼睛开始泛红了，那术士说即刻就能见效，我怎么办啊？我真的，看来一华所言不虚，下药的人真的是你。裴莹莹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现在难不难受啊？你热不热啊？爹，你要不要去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？我裴炳明一生自诩公正廉明，怎么就交出你这么个罔顾法纪的女儿？我爹，家门不幸，实乃是家门不幸啊！热不热？热不热？裴大人不必忧虑，这包只是普通的面粉而已，无需解毒。小女有错在先，幸得一华大夫既往不咎，云归所为关押数日，已作惩戒，此案到此了结。云归，云归，你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无妨。没事了。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，如有得罪，请裴大人多多包涵。是老夫教女无方，冒犯了一华大夫，在此写小女诚意之歉，请姑娘恕罪。爹，大可不必。还不快向一华姑娘赔罪。裴莹莹，对不起。那民女先行告退。啊，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怎么了？你今天又救了我一次。嗯，这是给我的奖励吗？奖励你又闯了祸啊！
我以为你顶多就是骄纵蛮横，也未对你多加约束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来。丫头，你说，如果医华大夫因为你下的药粉遭遇什么不测，我裴家拿什么向人家姑娘赔罪？你说啊！搅乱公堂，天下无证，公私不分。气死老夫了！丫头，如果你娘在世，看到你变成如斯模样，百年之后，我还有什么颜面下去见她？我从小到大，你不是忙于公务就是关心百姓，你何曾关心过我半分？是，裴大人是一等一的父母官，下面一切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子民，除了我裴莹莹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娘当初就不应该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叫我一个人留在这苦哈哈的世界上。死丫头你！气死我了！这丫头倔起来，跟她娘年轻时候真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好，你知道附近哪里做针线活吗？不知道。东城好像有。你好，你知道附近哪里做针线活吗？不知道。看这个呢，云贵，方木头。怎么？方木头，你知道这附近有做针线活的地方吗？这边街市倒是没有，在另外一头，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对了，你是要补什么东西吗？这么着急？这是一华亲手给我做的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给刮破了，所以着急给他补。这是一华给你做的？对啊。方木头，老大，我认错人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他。那他为什么不理我？他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心情不好？因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明明刚才还好好的。兔子，香囊不错呀，一华大夫送的吧？对啊，真没想到一华如此心灵手巧。你看这绣工，老大，别生气了，跟自己亲爹有什么可置气的？他不过就是训了你几句。他还打我。好了，这次多分你一点，就当是弥补心灵创伤了。你说我这是不是该去买一条新裙子什么的？得买特别贵的。对，是。你还不如用这个钱买个拿得出手的香囊送给老大呢。香囊？为什么要送香囊？岂有此理！公家的，不就是个破香囊吗？我给天哥哥做一个，十个、100个，一年不带重样的都。一百个，
随便挑。哎，你看这个鼻翼鸟，像不像我们俩？莺莺，不要闹了，我们怎么会像鼻翼鸟呢？不是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怎么会不像吗？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喜欢，不是那种喜欢。啊，那只是你还没有发现而已。你仔细想啊，你要不喜欢我，怎么会为了我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？什么决定？你还不是因为我小时候说，捕头是除了我爹以外最厉害的人。长大以后，你为了保护我，才做了一名捕头的。其实，莺莺，你误会了。为什么他们总是想欺负我？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能从你这里抢到东西，上一次是玩具，这一次是糖葫芦。总之，他们知道，吃定你，准没错。方成天，一味示弱就会让你失去的越来越多。想不被欺负，就要学会反抗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了，一华。我不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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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撒谎！你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。你不要闹了！我跟你说过，我只把你当做我妹妹。我不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橘子吃吗？